对，换我们的香磊阿姨也在后面帮忙看一下我们的围棋声哦。有点慢了。你那个视角怎么样？我来了。真的来了。哎呀，有没有看过《王者天下》？这个就是大将军的实验。白讲的精神喊话，猴子都回家了，出门运动吧，各位。各位，那边要运动，要运动。你来健身房先看到这个画面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辣妹重训团呐、啊！今天主题应该超级明显吧？各位都看到了，都是大奶啊！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共通的困扰，贴身驼背，胃酸会下垂。对，胃酸会垂驼背。其实重训是可以提升这一面的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胸背训练。我们呢，因为是超级认真运动服，所以呢，伤已经是其次了。我们是要喷汗、爆汗。好了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上斜卧推，然后这边就是练这一条嘛，绝对不下垂这动作。好，那就来看看我们谚语做怎么样。我来挑一个很好的角度，快夸夸我！可以吧，可以吧？夜雨好香，肯定要香的啊！真香系列，这视角让我有种想要犯罪的冲动啊！夜雨，你想犯什么罪？我不说，聊天室应该也知道。冷静，冷静，感觉怎么样？有酸吗？感觉有在拉伸，有在拉伸就对了，明白？所以是有拉伸的感觉。这边。仙女太棒了，血压超更多。谁说的啊？来，小李有什么感想？待会再去呛爆他。这条是辣屁股啊，这好烫，好热。这个我操的屁屁，我操，对，老公操的屁屁，重训操的，对。重训，对。OK， 那我们就前往下个地方。OK， 下一个呢是拉背。背的力量，看到没有？这也是有在练的背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做这个我都会觉得说，好像今天又不驼背了。哎，对，练完这个都会有猛赞也不驼背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也是练背，然后呢，绝对背超有力，懂我。对，哇！这个画面，我请问一下聊天室，要不要感谢我？聊天室，你们觉得呢？换我们的香磊阿姨也在后面帮忙看一下我们的围起身哦，有点慢。你那个视角怎么样？我来了。哎呀，你视线要正经，我来检查一下这个视线放在哪里。我笑得很像猥亵男人，不会，看起来粤语笑得真的很爽。很棒，两位学员今天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这是直接倒了。来，滚筒按摩一下。今天你有滚筒，还有滚筒按摩师。今天是我们重训后跟团，你们是不是可以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，欢迎自主订阅起来我们的辣妹重训团，很可以提倡大家运动，一起动起来，定起来。本台呢是提倡运动，而且我们是超认真运动。我就请问，有哪一台可以辣妹这么多，然后又跟你认真运动？我们乒乒碰碰突起重训台，不是来这边运动打卡的。如何？感觉怎么样？给别人按前大腿的感觉，好的，那超酸。我可以让两个人帮我按吗？真的快不行了，会这么？哇！有在酸，有在酸。各位，我的景色，有没有看过《王者天下》的王七大将军？他说过一句话，你要有大将军的视野，这个就是大将军的视野。其实这样子的力道真的没问题。往上按，
有没有吃饭？两位。各位，给我们谚语跟湘琳一个大大的掌声，他们也撑过了今天我们魔鬼平教练的菜单。通常最后结束的时候都会叫观众运动，来讲个精神喊话，然后这都回家了，出门运动吧各位。我在健身房接你，我在健身房等你哦。正在观看的观众知道吗？各位那边要运动，要运动，你来健身房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你现在看不到背面没关系，来健身房看看。好啦各位，那我们待会要去有氧了，拜拜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